那我们清明讲座的题目就是只取一瓢饮，那副标题就是认识生命大海的轮廓及精华。那以这个层面，我们将以三个方向为各位朋友来介绍。第一个是宏观篇，第二个是微观篇，第三个是实相篇。我们知道现代的人都很相信科学，因为科学一直在探索到底万事万物所形成的这个生命的根源，探究这个生命根源究竟是什么。那科学在维基百科里面就有讲，所谓科学是指对自然现象规律之探索与总结的知识，而科学主要包括两个领域，第一个是基础科学，第二个是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呢，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其实他们都在探索从微小的粒子里面，生命跟物质的过程最小的元素是什么，以微观面来探索生命的由来。而在宏观面的部分，也就是应用科学的方面呢，譬如太空科技，想要观察宇宙大爆炸原始状态，用宏观面来探索这个宇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切入宏观篇，来看看现在的科技怎么样观察到这个宇宙。所谓宇宙，宇就是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以及上下十方空间，就叫做宇。而宙呢，就是古往今来，是时间。何其宇宙，就是古往今来十方上下空间啊。那现在的物理宇宙学有三个理论来支持，一个就是最初基点，第二个是大霹雳理论，第三个是膨胀的宇宙。而这些理论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根源于杜普勒效应。杜普勒效应呢，是在1842年呢，奥地利物理学家杜普勒发现的。他有一天到外面去散步，而且经过铁轨，刚好火车来，然后拉警铃，拉这个警铃，他发现这个声音越靠近，它的音波越短，声音越尖锐；如果越远离，那个声音呢波长则越长，声音越低沉。他发现这个现象，把它发表出来，叫做杜普勒效应。各位朋友可能还没有感觉，我们来听听那个声音哦。这个就是杜普勒效应，好，各位可以听得出来吧？火车越靠近，它的波音波的波长越短，声音越尖锐；火车越远离，它声音的音波就越长，声音越低沉。所以天文学家就发现，既然声波是波，那我们光波也是波啊。既然都是波，那物理现象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呢，这个天文学家就观测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恒星，它发射的光线量测出来的光谱，如果这个恒星，也就恒星就是太阳，如果这个太阳是远离地球，它发射出来的光谱就会比较长，偏向于红，也叫做红移现象。如果这个恒星，也就是太阳往地球靠近的话，它发射出来的光线光谱，它就会产生波长比较短，也就是蓝移或者是紫移现象。所以科学家借由红移跟紫移或蓝移的现象，就可以来观测这个恒星到底是往地球靠近或者是远离，这个就叫做视相速度，恒星的视相速度。那在1914年，美国天文学家斯里佛，他借由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观测我们这个银河以外的银河星系，也就是星云，只要是这个银河以外的星云，它在观测的时候，如果这个星云跟地球相对的位置不动的话，它发射出来的光谱是居于中间。如果这个星云是远离我们这个银河系，也就远离我们地球，它发射出来的光线的光谱，它会产生波长比较长，也就是红移现象。
啊，如果那个银河系也往地球这边靠近的话，它的波长发射出来的就比较短，会偏向于蓝色，也就是蓝移现象。那在1928年，这个天文学家哈勃，他借由观测这个宇宙里面不同的星系，量测出来，结果发现了以横轴是星系远离地球的速度，而纵轴这个坐标是星系对地球的距离。结果他去观测各个星系之间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越远离地球的则远离地球速度越快，如果比较靠近我们地球的星系则远离我们这个银河星系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他发现这个现象，把这个图画出来以后，写出这个公式，就把它定位做哈勃定律。所以在1929年呢，他就公布了这样的发现，就发现其实宇宙有膨胀的现象。那事实上在1916年，爱因斯坦已经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而在1927年，比利时天文学家雷蒙特呢，他计算呢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式里面，就解出了一个解，发现宇宙其实就一直在不断的膨胀。所以呢1929年呢，这个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才发表出之前观察到的这个结果。所以在2018年10月，经过了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表决通过，把哈勃定律改成哈勃勒梅特定律，以纪念这两位天文学家。所以哈勃勒梅特定律就形成了现在宇宙膨胀的基础理论。所以现在一直在强调宇宙大爆炸，就是以哈勃勒梅特当作一个基础。所以哈勃勒梅特定律就是支持现在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基础原理哦。那既然这样子，天文学家发现宇宙既然一直在膨胀，那他反向思维，宇宙最初一定有一个密度无穷大的基点，称为最初基点，在时间瞬间爆炸以后，现在宇宙一直在膨胀。所以这个就是支持所谓的大爆炸宇宙学说，也就是大霹雳理论。那这个就是这个科学家画出来的宇宙学年表，也就是大爆炸年表横轴就是时间。那也就是当初呢，宇宙在一个基点瞬间爆炸时间是10^-36秒，它瞬间爆炸以后，到目前为止宇宙一直在膨胀着。那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为了要验证呢这个大爆炸理论以及宇宙膨胀的学说，所以在2001年发射了一颗卫星，叫做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来扫描这个大爆炸之后这个宇宙的辐射线。结果经过分析发现，我们这个宇宙的年龄大概在137亿到138亿年之间，而宇宙组成的分子里面有 4.63% 是重质物质，23.3% 是未知的暗物质。这暗物质很特别，它不辐射也不吸收光线，可是有 72.1% 呢是神秘的暗能量。这个暗能量就是造成宇宙膨胀的这样一个加速的势力。那这个就是威尔金森卫星所拍摄的宇宙微波背景全天辐射图，这个红色的部分表示温度比较高，那蓝色的部分表示温度比较低，可是高低之间呢只相差5×10^-5，也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宇宙的温度是2.7绝对温度正负5×10^-5，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平均温度是很稳定的，也就是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的宇宙。那人类为了更了解到底这个宇宙是什么情况，所以美国 NASA 在1990年呢发射了这一颗很有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它可以看到的是可见光、紫外光跟近红外线光。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它更换了3次镜头，在第一次更换镜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个深空的影像，在1995年他发表出来，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这每一个白点好像一个污点，其实就是一个银河星系。那在第二次换镜头的时候，在1998年也发表了这个蓝天的深空照片，拍摄更深远，更深远发现每一个白点一样都是银河星系。在第三次换镜头，在2012年又发表了极深空的影像，这时候可以看到的距离我们现在的地方是132亿光年的地方，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大概是5-6亿年那时候的星系。那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虽然看到这么远的每一个亮点，也都是一个银河星系。所以从近到远看到的这每一个亮点，其实都是一个银河星系啊！可见这个银河星系是很广。那根据这样的评估，大概呢可以观察我们这个宇宙有2000亿个。银河星系，所以哈勃太空望远镜从深空望远到极深空，大约可以看到130亿光年左右的这些银河星系。那最近呢，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到最远的距离，就是这一颗晨星的这一颗太阳恒星哦。那它这一颗太阳比我们这个太阳大500倍。而且亮度啦，是数百万倍的亮度，这个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啊的极限了。可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呢，至今已经服役超过30年了，它的设备跟零件老化，已经不具有继续维修的价值。所以 NASA 在2021年12月25号发射了一颗更新的这个太空望远镜，叫做韦伯。而韦伯啊，它是使用了18个。6边形镀金的镜面来反射光线，在附近对焦，而它可以看到的波长是近红外光以及中红外光。那跟哈勃比较的话，它的口径呢，望远镜的口径是哈勃的2.7倍，它的聚光面积是哈勃的5倍，它可以看到的红外线波段呢，更是哈勃的16倍大。所以可见它可以看得更远。所以哈勃望远镜虽然换了3次镜头，越看是越远，可是也远不及现在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那这个就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射之后呢，拍摄跟哈勃望远镜呢当时候调整的同一个星空的角度拍摄出来。那左边这个就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出来的相片。各位朋友可以看到，这个的确比哈勃还要清楚。可见呢，我们还可以期待韦伯太空望远镜未来到底可以看到哪些东西。所以综合来讲，太空科学其实就是想借由宏观面来探索这个宇宙，也就是三河大地七世间，终究是怎么样形成的。